个坡这么陡啊，搞得我这个轮胎啊磨损的这么严重，发动机要发烫。就是正常的路啊，这个路也没有多陡啊。哪里正常啊，我都说走大路了，你偏偏让我绕这个小路走。这个小路啊多省20个公里啊，那走那些大路50公里啊。我不管那么多，交钱。交钱？对啊。我没有听错吧，我上车的时候你说好了50块钱不把我拉回去的。哇，我不知道你这个路这么难走啊，啊说不定啊下一趟下一个路还更加难走。反正啊现在加到200块钱。200块啊？对。哎呀，不加的话那你就在这里，我就先回去了，50块钱也不收你的。我跟你说打飞机回去我都不用250。那我不管你加不加，不加我就走了。这个路不是正常的路吗？也没有多陡了。再说了，全部都是水泥路。哪里水泥路啊？这个沙子把我这个轮胎都磨平了啊！那你搭客的，你答应了多少钱？那你不能说哎，烦人啊！我不知道这个路这么难走，你要走的话就上车，加钱；不走的话，你就在这里喂蚊子。对，那么少，加不加？加少一点行不行？不行。一定要250块吗？对。行吧行吧，算我倒霉，真的是，下次啊，我再也不坐这种黑摩托车了。我知道你家的路这么难走，以后我也不会拉你。哎呀，美女呀、啊，你家的路怎么这么难走啊？又干嘛？全是上坡下坡啊。搞得我这个刹车鼓刹车片都磨平了啊。哎呀司机大哥，那农村路上坡下坡不是很正常吗？我一直叫你走大路，你偏偏让我绕这个山路，还绕了几个公里啊。现在啊加钱。又要加钱啊？那你以为呢啊？哎呀，前面的上坡都加了250块了，现在下坡又要加钱。哎呀，这个路哪里难走的？全是水泥路。你看看这么陡的路啊！我不管那么多，再加200。哎呀，刚才我上车的时候，你还说你是专业的老司机，原来呀、啊，你是黑司机呀、啊！怎么黑了啊？动不动就加钱。我要你走大路的话，现在我都跑完2趟了啊！你走这个山路，虽然是近了一点，但是时间去了。我不管那么多，反正没有200。我就自己回去了。你怎么一点职业道德你都没有？我做司机啊，我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的，不是为了给你兜时间的。你加不加？不加把那250给我，你自己就在这里吧。你想得美，我都没到目的地你就想要钱。那今天这么倒霉了，你这个客我不拉了。哎呀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里那么脏我也走不回去呀、啊，还有10个公里的。那你加不加钱？我再问一次，不加的话我就走了。那你还要加多少？总共450块。又加200啊？对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天天如果天天这样坐波的，一趟450啊，坐几次都可以把我坐破产了。我不管你那么多啊，我这个车啊。再跑几趟这个路啊都报废了。哎呀，那行吧，那我给钱你。来来。哎呀，全都是这种口红。那你出门不带钱呢、啊、忘记带那个钱包了。不带钱你坐什么车啊？早知道啊我就应该上车之前收了你的费用。那我回到家门口，我叫我家人给你行不行？我大哥在家呢。行行行，赶紧上车，看到你都烦。应该手机也没电了，真的是。坐稳了。慢点。我听到啊，到我家了。到了是吧？是啊。赶紧拿钱给我。哎，知道了。你干嘛？不要想逃单啊，我告诉你。我逃什么单啊？我这不是进去拿钱的吗？叫我家人给你啊。
赶紧拉出来。知道了，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出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怎么三哥、四哥啊？就是这个。是哪？是哪？干嘛？哎呀，你们干嘛？啊？哎，干嘛？啊？上坡加一次钱，上坡加一钱，加一次钱。幸亏我发了信息给我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啊，要不然呢，又要你得逞啊。什么得逞啊？那我拉你那么远，我交一点轮胎磨准备，刹车磨准备，很正常啊。现在你来我家门口啊，你呼吸到我家这个空气了，我要收你空气呼吸费。啊？怎么这么不讲理啊？你们这叫以牙还牙，是你先不讲理再先啊，我欺负我老妹啊？我怎么欺负他？怎么欺负他？啊、我做了20年摩的呀，我从来没遇过你这种黑摩的，一点点又要加钱。你这个路那么难走。难找你不要拉，说好多少就多少了，你半路加价，你算什么？你讲不讲诚信？讲不讲职业操守啊？啊！你们不要仗着人多欺负我人少、哎、是吧？多少钱啊？啊！二哥，他加了450块钱呐、啊！450块钱啊！我们也不要多，给我们900块可以了。对，怎么900块？车费也不用给你了啊！反倒贴900，那个900块钱过来。什么叫倒贴啊？啊！呼吸了我家的新鲜空气啊！现在你站在我家门口的地啊，磨损了我家的水泥地啊！你们什么这么不讲理啊？我是按照你的做事逻辑来，给不给？哎呀，算了，大不了这个车费啊，我不收了，行不行？不行，给不给？啊，这个你去拿棍子打了找姐，打了找姐，好。哎哎，不要不要，给，看你老阿姐来，待、啊、时间久了，我要你9000哦。啊，你们一家人呢、啊，都是这样，还啰嗦是吧？哎，我拉一个月的摩的啊，都赚不到900块。你黑心摩的，那是你自作自受。来，拿去夸吧。还这么松？我跟你说，全部拿来。大哥啊，啊他中途对我说话的时候，哎，喷了口水在我手上。哎呀，哎呀，还下手了，那就是。间接接吻，那你就是非礼我老妹了，吃豆腐啊！哎呀，这个钱全部要了，老妹拿着。你不知道的，我家大哥多吗？还敢欺负我啊！我跟你说，行了，这附近的人都怕我们啊！马上给我滚！滚！你们一家人啊，跟抢劫有什么区别？走不了，走不了，看我们再不了你啊！欺负人啊！哎呀，毛都没有一根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呢、啊。哎呀，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这些钱给你们花吧，我也不用，用不着。这个钱花什么？干脆我们村头那个二叔公年纪也来了，身体也不好，干脆把这个钱给他吧。啊，对对对，那行吧。哎呀，路上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什么损失？没有，他就猛加钱，猛加钱。我都说了，该给他一分都不会少的，他想多要一分我都不会给。你要坐车注意点就行了啊。哎呀，我知道了。幸亏啊，半路我还说我手机没电了，要不然啊，都要我手机支付啊，这种人。